好，我们请茂茂帮我们展示一下这个划船机。好，来，先打开运动模式。尴尬，按错地方了。它上下滑会有一个运动。好，点一下运动，有一个划船机。好，看到了，然后点一下，然后按勾勾。三二一，开始。我们来示范一下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它记录到些什么。要按有没有？不用，你就是把那个手环拿起来，然后摸它一下。很小。好，它会记录到时间，还有划船机的次数，然后消耗的卡路里，还有持续时间、拉奖时间、收奖的时间。OK， 然后这时候就看你做多久，然后它就会帮你做总计的记录。OK， 好，我们谢谢茂茂，谢谢。